好。哇！是要再撞后面一点。身高好像比对方的矮上许多啊，但是身高不是重点，长得漂亮才是重点。Stanley 是带上，帅气的 Stanley 又过来了，啊，改场出光眼。是我们更像了吧？书生气息，不要挡住镜头啊！其实他们都很会攻击的，只是网子太高了。相信他们长跟我们一样高的话，一定很强的。Jackie 的发球。开过。进球！出大绝招。比数不知道是多少呢？我看一下。5-4，领先一分。吊球啊，出现了！最强大的就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吊球，其实是溜球。哎呀，这一个呛死 ，Riva 举球，好、哦，哎呀，糟啊，是不是硬啊？是不是个 inside？去。
超短。今天的攻击真是稳啊！这球似乎打了蛮久的呢，打不死啊！再一个攻击，啊，阿茂阿茂啊！太开网了，可惜是六七。哇，过了白色。哇，这球漂亮！哦，速球抢失，哦，速球冲了，哇，后排，亚飞，啊，是奥赛。哇塞 ，inside！ 啊，主审判 outside， 真是赚到一球啊！赚到一球了。他判什么？他判啊，其实是 in。咖啡的攻击还是相当稳健。耶，有得分了。12-10，12-10，领先两分。哇 ，Amy 好球！啊，这是 out， 真的 outside。嗯。把人给发球。又得分了，14-10，领先四分。一次是。大一新生，你被 Amy 撑着，哇，这球包得漂亮，是否表示 Amy 没有在专心打球？真的，他被 Stanley 的粗框眼镜吸引了，他说你长得还蛮可爱的，更像连胜。好，这时候是竟然暂停了。应该照吃。没有事。连胜文来帮你们加。连胜文，他有明星脸可以参加明星赛。明星脸，哇，那个就是明星那个刘根红。感觉差这么多的感觉啊！大家，我们讲真的是真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上来，加油！暂停好快啊！好像也没有被吹哨啊，开始。那我们平时平常礼拜天不会让他们一对吗？永远不会，都一定是 split， 永远不会，对。猜一下，刚刚上一下荧幕啊。你不要再挡路了，我是来，我为了要闪你，我还要左右转，被主播来赶走了。
现在重点不是新闻画面啊。刚刚信娟一球漂亮的救球。连得分啊！林林大概已经发了第四球了吧？乘胜追击！哎呀！无法夸奖，马上失误。林林接了一个呛，攻击哦，差一点啊！得分了，来转转转了。为什么 Amy 可以转这么顺呢？小 B 为什么可以转这么顺呢？我在讲错。哇，他去澳吗？转直线多了一分钟。啊？他飞的是前面有三个。好。哇！这样子没有算二次击球吗？可以不算。好球啊！结束了，看一下比分，多少？啊，已经被扳掉了，20-15。上一局是20-15。我不知道，我在问这一局。